是碳酸锂电池，最大配24发秒，在最大的爬坡能力可达百。公交大巴的这个运载能力的载客量，毫无疑问和我们现在这个的车的话有极大的一个差别。我们是三阶编程啊，这个动力和运行的一个空间来讲的话也有极大的差别。比方说我们这个公交大巴如果车越长的话，它运载的通道可能需求就越大，而我们这个车的话虽然长，但是通过导向控制了以后，它运输的通道的限制要求就相对来说比较低。